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平常修行，说在这边，肉在心田，不觉得修行如何的体悟，那是因为平常事啊，不觉得难。说过，修心难，修行更难，要修本性更加困难。徒弟们一直都以为自己修行都这么的有心了，怎么一直说修行难？为师啊，传道几十年，宝岛的传法不是一天两天呐、啊。道理讲得再多，徒儿们真的懂修行，早就有心里面真体悟了，怎么会到现在非比寻常之际才说渐渐的有体悟了？唉，紧迫逼人呐、啊！不是为师说的严重啊，若是人贪得一时的惰性，无所适从，哎，什么时候才轮得到修行的体悟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要真的体悟，还非得真的要有妙机缘。吾说过，当你有时间，当你体无寸乎之力，软趴趴的时候，嘿，病恹恹的时候，人就最会体悟了。体悟啥？啊，您说怎么没有早一点修好？万一我现在不得了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圆满此生呢？不圆满，难就难在这边儿。为什么早一点不得圆满心？唉，两脚一蹬，啊，一身气短，就非得重新来过了。希望徒弟们好好的体悟为师说的，不要再给自己打迷糊了。迷糊团团转，一世一世的轮转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业力因果现前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因为三曹圆满普渡，十方众灵皆是有旨有令，要来重新了业的。如今你若是有功有德有行，如此的法还可以继续弘法，还可以继续修行啊，否则怎么修怎么行啊，没有那么多机会了。吾曾经说过，当你无寸乎之力，没有体力的时候，你才懂得时间宝贵，
位，出不了门，心门闭住，就无法修行啊。所以门户是自己紧闭关门的。为什么修行不能够时常敞开心胸，能够光明磊落，心长气短？为什么要计较？为什么要比较？为什么要论这个论那个呢？论来论去，还不是心里不舒坦吗？真是傻啊！要是真的修，会这么论长短吗？若是真的有修行的人，会不体恤人的辛苦吗？真的有修本性光明的人，不懂得爱惜吗？懂啊。有现在那么好的时间，人生俱全，能够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真修啊，时间没有等你的。人哪，一时之气在于长短，长短就是二气，心平了，心平气和，能够好好了脱自己生死大事，一目了然，轻松自在，真自在。如此的修行，洒脱自然之道，不就是无生本性之妙吗？为师今天讲得很白了，不懂的话就无法再教了，好好的听进去，来的时候全心一致，志向立定，此生成得了成不了都由自己本心本性而行，别人无法掌控于你，只有自我掌控自己，自己最懂得自己的心，坚强坚定，挺